属于一种就是滋补品嘛。对，滋补品，对，这个是滋补品。滋补品。这是他给我寄了十多个样品里面，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两个东西，然后盖着。都懂的啊，哦，赖叔叔也知道的，因为赖叔叔，赖叔叔对生活的品质还是。那就这样拿来煮可以了，煮来喝，这个水就可以拿来喝。啊，对，这个我想了解的是，因为这个价格呢？价格嘛，价格它是真的比较贵，它这样子的一盒45克99，真的，它日产价格不算贵啊，99一盒不算贵吧？是不是？不算贵啊。对于人参，就吃过人参、买过人参的叔叔阿姨都知道，45克是比较贵。45克，它这个不算贵啊。45克一盒。叔阿们，这个99一盒算不算贵啊？我觉得还不贵。嗯。它长白山的参不贵。不贵啊。不贵。哇，叔叔阿们真的你们条件太好了。我觉得贵，所以我给他砍了价格。啊？我觉得贵，所以我给他砍了价。45克。45克。99，45克。以前我那个老山参是，就是9块、10块一克。啊。嗯。你是45克，他按那个。45克，59493，就是相当于是什么？45克乘以9等于多少？45克乘以9。嗯。49，36，300多块钱。哇，那它不贵哈、哦。99一罐是真不贵，那不贵，那我还给他砍了价格的啊！我跟他说，我说你这个人参，我还懂老山参，你这个人参我懂的，你价格太贵了，所以我给他砍了价格。他这个是跟这个枇杷膏这个是一个公司的，九十九元45克不贵，不贵是吧？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贵不贵？不是薪资砍了价格，价格多少钱？他是就是说。这样的，我给他砍下来的价格99元45克，对不对？两盒、两盒就是多少克？两盒就是90克，啊，对吧？两盒90克，然后谈下来的是99三盒。99三盒。99三盒，我砍的价格。人家99三盒，5年以上的人参。5年的是吧？对，5年以上的人参。不贵啊，我这个不贵啊，不贵啊，不贵。叔阿姨，你们觉得贵不贵？贵的咱们打个贵，不贵的打个不贵。99三盒，不贵啊。33块钱一盒。33一盒，然后你们猜怎么着？还有吗？他总共给我寄了4盒，知道吧？因为我平时要卖的时候要打开一盒，要打开一盒要吃嘛，要给他们试品嘛。他就给我寄了4盒，你们猜我最后我给他怎么说的？我说你反正寄都寄了，我展示4盒，我就给你卖4盒，99块94盒。99块94盒，盒子25块钱一盒。对呀、他就给我寄过来，他就寄了99，我这个他是99三盒，我真的我不骗你们。他这上面都写的有，他是长白山的人参啊，长白山的叔阿们，他有中国那个地理标志的那个品牌。真的99三盒，看到没？99三盒，然后他给我寄了4盒，我就说，哎呀，你就4盒，我就给大家分享了，好不好？啊。这个可以啊，这个送人也可以啊。99三盒厉害啊！啊，真的是99三盒。刚刚我给你们看了他的那个卡片，对不对？叔叔阿姨，金枝厉不厉害？厉害了，咱们打个厉害。我跟他说的，我说，哎，你反正都寄了4盒嘛，我就给大家就分享4盒嘛。然后他说那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说那你不行的话，那寄几盒就给我了。然后他说我以后我也不帮你卖了。然后他就说，哎，那他就给我了，就是99块94盒。这个价格厉害，他说99三盒，我说我给你加个9毛，你把4盒给我，99块94盒。你是不是跟我前面教你的，不管怎么样，先给他砍一半再说？对啊，不用，我说的是我懂这个人参。哦，所以说他不给我。哦，这个你看嘛，我这里他卡片上是不是3盒？对，3盒，啊、对吧？啊，3盒，是吧？叔叔阿姨们，你们也看到了啊，3盒。他给我说的是3盒，保质期24个月，他要给我一个他的明细资料的，
然后他跟我说的是，开了，他给我拿过来说的是，开了吗？没跳。等他自己跳，我说你拿起来，要不要我先喝一下？等他自己跳还是先喝一下吗？我先喝一下，我喝一下什么味道，我好给叔叔们讲。批发真的批发就不贵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单独去买的话，它就比较贵。所以说他我给他谈的就是批发价格三盒，然后我硬是给他拿了一盒，硬是抢了一盒，相当于是。那这个还是我说实话啊，你一个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实惠的。行，他这种人工的应该就是反野生的吧？哦这个、是吧？啊，你一个经常在我这里买那个老山参那个。对，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。嗯。这个四盒啊，哇塞，来那个四盒是啥呢？我看一下，觉得可不可以？四盒，你们觉得可不可以？哦，这样来回煮啊？对，它可以反复煮的。是的哈，对。四盒你们觉得行不行？行的打一个行，好不好？可以哈。那很多人在问人参有什么好的，你问一下那个老板，他那人家买这个去袋子都没有怎么办？你那个不是有个袋子吗？叫他把那个袋子一起送了呗。这个啊，人家就人家寄过来给我的，就是他拿这个装过来的。不是，那他们如果说拿去送人，你不可能就抱着这四盒去送人吧？这个自己吃呀，不送人呀。那送人的怎么办呢？袋子，他没有说这个袋子的事情，没有说袋子的事情。不愧是一家人。那不是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平常送东西，你不可能就这样拿着一个。人家这个也要成本的呀，我把价格砍那么低了，还要这个还要啊。我觉得可以呀、啊，我觉得可以呀、啊。我问一下他们有没有这个袋子的啊？我先问一下，发消息问一下啊，问一下有没有？因为如果说答应送了，到时候万一人家没有这些袋子，叫老板送礼盒。礼盒可能有难度，但是袋子看一下行不行？他拉了一个群，我在群里面问一下。啊。问一下有没有礼盒？是不是有点卡呀，叔叔们？可以要盒子呀，这个就是这样子的盒子，这样这个盒子。你就这嘛，我说金正，我教你一个东西。叔叔阿姨们，我教金子一个东西，你先给他送了。先给他送了。因为你想啊，你谈的这个，嗯，他既然他想做品牌宣传，能给到你这样。这个没有盒子。这个啊，你比如说他愿意让你去砍到这个价格了，嗯，你就给他送了。像这种的话，成本一般贵不贵啊？几块钱吧。几块钱吗？啊。这种大老板，这种做这种的，那行，就送了，送了呗，送了。你到时候给他说，你说已经送了，没办法。那他要做品牌宣传，他这个东西他发出去，连一个袋子都没提着，他宣传个什么品牌？这个是没有礼盒的哦。那个你人家那个价格还弄个盒子，人家怎么弄啊？对，对吧？弄个礼袋嘛，就弄个礼袋。嗯，只要卖起来就好了。嗯，那叔叔阿姨，你们觉得小付这个建议行不行？行的，咱们扣个一。你先给他送了，他既然做品牌宣传，嗯，对吧？叔叔阿姨们，只要超过30岁的，咱们建议去吃，啊、知道吗？因为你这样年纪大了。那我没超过30岁，我没超过30岁，然后你没事，你可以后面慢慢吃。你还有，你没有超过30，但是你爬山你会喘的不行呀。对，我喘的不行。对呀、啊，这个人参它对我们的，我先喝一下，应该叔叔阿姨们比金枝还要了解，对吧？比金枝还要懂这个人参对我们人的好处，经常加班熬夜的，嗯、经常用这个用大脑用的比较多的，嗯，一定要把，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的，嗯，有一句话他们的一个广告语是什么、啊？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必须人参加点蜜、哎。哇！他们的广告语、哎、啊，那可以啊，这个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嗯、必须人参加点蜜，所以说他做了一个人参蜜片儿。这个可以，我这个我觉得，因为我还是就从我身体出毛病过后，我也还是比较会养生，对吧？我在你那儿买了好多东西，还是原来那个时候我还没过来的时候，对吧？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想不想要这个？想要的咱们扣个一。对，雪姨阿姨好懂呀，你们真的对咱们身体的还有
他这个说的是开盖了，说到不喜欢都退。开盖了，说到嗯都可以不喜欢都退。对，这个可以。开盖了，说到不喜欢都退。强烈推荐。然后还是 PICC 做的城堡的。还、这个、还有城堡的。嗯，它就是相当于是有保险。小唐人可以吗？小唐人应该不可以，因为它有蜜。对，它有蜜，一般小唐人是不行的，它有蜜。小唐人可以吗？雪域阿姨，但是他没有告诉我小唐人不可以，他跟我说的是孕妇不可以，哺乳期妇女不可以，还有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不可以。哦，小唐人可以的是吧？他没有跟我说小唐人不可以，因为它里面是人参嘛。啊、哦，我看一下。它蜜只是有一点蜜。我看一下他这儿写的。80%多都是人参。哦，那小唐人应该是可以的。对，孕妇、哺乳期妇女及14周岁以下的儿童不宜食用。对，这上面是有的。对，他如果说不能吃，他肯定有明确标明标。PICC 本产品。然后还有什么本品不宜与萝卜呀这些，是吧？对，你们到时候收到货以后可以注意一下它里面的注明，知道吗？人参加了蜜哈、啊，对。可以的啊，可以的啊。99。4盒，叔叔阿姨们，来给他真的99卖3盒的，他跟我说的，我们谈的价格3盒，他平时是99一盒，然后我说我相当于是做批发嘛，你多给我，啊、然后他说2盒，我说不行，加，他说哎，他说3盒，我说你总共给我寄了多少盒？他说4盒呀，我说那就4盒，我说你就4盒拿来给我卖，啊，所以说他就拿了，然后现在一盒多少克？还给大家45克，45克，对，还给大家。弄这个礼袋，刚刚富哥说的，先给大家把这个礼盒。嗯，对，感冒发烧的不要吃，像人参的话没有说感冒发烧那个事情。啊，感冒发烧，平常感冒发烧了都吃那个了，都不可能吃这个呀。对。对。嗯。吃萝卜不要。就像那天。那个雪玉阿姨是懂的，她是懂这个的。嗯、对。对。那叔叔阿姨们，给你们上车喽。上链接了，不是他给了你多少？给了我多少？嗯，不多。他说3盒还给我多给我一点，他说给了1盒的，他说就让我悠着点，他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，没有那么多量，因为很多。5单够不够？很多人都在给他们5单吗？5单是有，5单有。叔叔阿姨，5单行不行？嗯、行的，咱们扣个一。对，给大家上5单吧。嗯。行不行？哦，一个泄气，哦、一个哦，对对对，对，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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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公屏，雪姨阿姨，华梅阿姨说可以，上了30岁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去拍这个东西，叔叔，你一个可以去拍，太少了呀，5单啊，太少了，要不这么吧，先上去先抢。抢了，啊、如果不够的再给大家讲，然后这个袋子你下来，你跟他说给人送了。这个袋子给人家配去。我等一下，我给他说嘛，明天。那他都有他的品牌，他就做，你就给他这么讲，你就说做品牌宣传嘛，你要得宣传你的品牌，你肯定要行。高端大气上档次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好的。好，叔叔们来准备好啊，准备好了的叔叔阿姨，咱们打一个上车，好不好？上车，对。准备好了的叔叔阿姨打个上车，这个真的划算。真的，我不骗你们，人家卡片给我发过来，我给他谈的，知道吗？然后他发给我发了4盒，所以说我就把4盒也给大家卖了。刚刚卡片给大家看了，都看到了，是不是？准备好了哈，上车啊！来，真的便宜。叔叔阿姨们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上链接。叔叔阿姨们，我当时我就打开给大家试了的，知道吗？当时我就给大家试了的，我跟你说，里面就这样子的。他这个，我觉得他这个包装还是很方便，很方便的。对，他很方便。对，看，他就是用的人参片儿，然后弄了蜜，知道吗？弄了蜜，就这样吃，这样吃，直接嚼哈。嗯。上了，叔叔阿姨们，赶紧去拍啊！你们平时觉得人参苦的？吃这个真的哦，这个拿来送人真的可以。嗯，难怪你想着要拿来送给我妈妈。对，可以。你们觉得这个送给富哥的妈妈好不好？可以，我觉得这个已经上车了，叔叔阿姨们，我教你们怎么去付款哈。直接点击这个购买2个字啊，点击购买，然后填一下自己的收货地址，然后最后这里提交订单，想要2单的拍个数量2就可以了啊，叔叔阿姨们。对，这个可以送给我妈妈是吧？可以是吧？你们觉得可以吗？一拍加急，谢谢华美阿姨。对，刷一拍了的回来打个一拍加急。对，拍了的回来打个一拍加急。这个我跟你们讲，叔叔阿姨们，真的这个价格是真的便宜，对不 对？你们都想不到吧？
我当时我能拿下这四盒，我都想不到，我在想震惊的是吧？我就想哇，我到时候我一定要给富哥炫耀一下，我说我砍价格居然砍到这个样子。不错不错，这个是值得表扬的。对，想要买两单的，咱们可以送人，送人，叔叔阿姨们，他本来一盒一盒卖的，他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就这样拿，小心啊，嗯，然后就这样拿来送人。哦，他就这么给你寄过来的是吧？嗯。哦，这个送人可以的。对对对，这个就这样子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是吧？这个价格真的划算哈。对，你们赶紧。叔叔阿姨，秒拍秒付啊！拍了的回来打个已拍，金子，你再给。它独立包装，方便卫生哦，叔叔阿姨们。对。再给大家拿出来，对，拍了的打个已拍，加急啊，赶紧去拍。对。这个金子你还能看，真的。金子。嗯。我给大家上了十单。给大家上了十单啊。对。我都已经拍了八单了啊、嗯，还有两单，叔叔阿姨们，还有最后两单啊，还有最后两单，十单有吧？我跟你们他有吧？他有吧？嗯，有吧？有哦哦。然后我跟你们讲，经常加班熬夜的，过了30岁的，缺乏锻炼的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富哥除了没过30岁，这些他都占去了，对不对？经常加班熬夜，富哥是经常熬夜的啊、嗯。然后还有缺乏锻炼的，是不是？富哥，你到时候你也拿点吃这个。你到时候你这开的这盒就给我吃。嗯。然后就是还有我很焦虑、睡不好觉的，咱们都要去吃啊。还有最后一单，叔叔阿姨们。对，咱们都要去吃，这个真的是适合大家。然后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建议去吃，孕妇、宝妈，嗯，就是宝妈就是给小孩哺乳期的时候，咱们不要去吃，对，知道吗？14岁以下的人不能吃。对，对，如果说你年龄超过30岁，真的你觉得你身体越来越不好，然后你觉得你气越来越短，咱们拍点这个三生，你爬5楼3楼就喘的不行了，咱们一定要去吃这个人参蜜片啊，叔叔阿姨们，拍了都回来打个一拍加急，真你们去其他地方买，真的这个人参你们可能买不到那种年份足的，但人家这个是叔叔阿姨们超过咱们5年以上的，正好当零食不错，对。林一哥就在金池村里都买过很多老山参的。老山参是吧？对。那说明林一哥他是懂的。对，我为什么会留下这个品呢？就是因为我知道老山参对人很好，所以这个人参蜜片它还是长白山的，所以说就净含量45克，叔叔阿姨们你们可以看得到。嗯。然后PICC 本产品由什么什么承包保险，中国人保，对对，看到没？所以 PICC 承保，它还有 CCTV 展播，哎、嗯，没有了吗？没付款的抓紧时间付款哦，这个价格真的很实惠。哎，没有了吗？没了吗？抢光了？抢光了。叔叔阿姨有没有没拍到的？没拍到的，咱们扣个一，好不好？这么好的金子、嗯，我发现你的进步是这个。我知道我向你学习的，你说让我就是要往好的砍，就是往自己的心里面的内心的。我不是给你讲过是什么？第一，首先你要保证品质的，就是产品的质量，你要自己亲身去试。对。第二是什么？要给叔叔阿姨们去，就是说，因为你是去做这个，大家都知道，可能人家就会觉得你要去。哎，就是比如咱们现在直播间3000人，他们都知道这个品牌，它是不是品牌宣传？嗯、可以吃，没结婚可以吃不？我刚刚吃给您看了呀。然后，他既然有那种想法做品牌宣传，你就知道了他的需求。对吧？你呢？可能叔叔阿姨们直接去他那儿买，可能买不到这个价格。对呀、啊。你就要占据你的优势，去帮叔叔阿姨们砍这个价格。嗯，没结婚可以吃，对不对？把这个价格砍下来过后，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就省了中间的一个环节？可能别人去买99块钱一盒，啊、你这儿99块钱四盒，叔叔阿姨们宁愿是你在这儿去买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你怕呀？不用怕啊，小富刚刚也吃了啊。那个叔叔阿姨，有没有还想要的？还想要的？咱们没拍到的，没拍到的，咱们在。公屏打个小一，这价格真的很划算，叔叔阿姨们。对，真的，我平时我比较抠门的人，我就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太划算了。啊、因为这，金子是懂这个的。对，我是懂人参类的东西，因为我们这边大山里面，你们知道的是有这些。珍珍阿姨没有拍到是吧？珍珍阿姨，您要不要拍？阿姨她刚刚都是让我帮她拍的。珍珍阿姨，您要不要？珍珍阿姨可以让您的。身边的人教你怎么在网上买东西，因为在网上买东西真的便宜。
比你去现实当中买的话，真的要便宜。如果说，比如说你们信任金枝，那你帮我拍一单吗？嗯，那你这个是滋补品啊，农飞凤舞这个是滋补品。它是滋补品。你如果经常加班熬夜的，如果说总是感觉自己走两步路就这样子了。对，不能多吃。对，就像富哥在山上的时候，你们都能感觉到富哥感觉好像缺乏锻炼一样。对，对不对？咱们都要去吃。人家的广告语啊，真的可以用啊。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必须人参加点蜜。所以说，它这个叫人参蜜片。对。很多在网上各大主播都在卖的，但是他们卖的是什么呢？一般就是不超过三盒，知道吗？嗯。他说一般他是主播谈的都是三盒。嗯。然后线下他们去买的话就是一盒99，然后批发价就是三盒。然后他给我发了四盒，我就给他说，我说我四盒给你卖。嗯。我就这样，我说我反正我给他这样说的，我说反正我直播间没有多少人，不会给你卖多少的那个。我说你不是，你不能这么去谈。你以后你说我直播间人很多。我直播间很多人，那些叔叔阿姨们，因为他拿给其他主播卖，他会赚的更多。他拿给比其他人是三。你要抓住他的需求，他的痛点是什么？他出汗继续吃。他的痛点就是他想更多的人知道他这个品牌。嗯。他是不是就是需求？你要抓住他这个点和他谈。他给别人主播也给他宣传，给别人主播三盒，给我四盒，那他是不是宁愿给别人主播呢？对吧？你不能这么谈，你说以后我也会有更多人来看我呀，嗯，对不对？这个如果说你实在谈不下，我来教你。你没懂我的意思啊，他给别人主播拿三盒给别人主播。哦，他真的。我这里如果我卖多了，他会。哦，他会亏是吧？对，他会少挣呀，你懂这个意思了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宁愿给别的主播多卖一点，他不宁愿给我多卖一点，因为我多卖一点，我要多拿一盒。没关系，金子，你多拿一盒没关系，你就抓他的软肋，就是他要做品牌宣传。你说我这儿你虽然挣的少，但是你看的人多呀，大家都来给你宣传，不管他们现在买没买，以后他看到这个品牌了，他是不是哎都要留意一下？哎，这个是咱们的小金子，一起。就是给大家分享过的。嗯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小富说的对不对？对的，扣一。行。那个珍珍阿姨，您要吗？如果说对珍珍阿姨有没有给我发消息，我看一下啊。啊，如果要的话，我再给大家上五单吧。上五单的话。他发了，他转给我了。你看，珍珍阿姨直接都转了。那可以，叔叔阿姨，咱们就是，再给大家上个五单，然后你们。没有拍到的拿来送人、嗯、对不对？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对呀、啊、马上过年过节了，还能发快递，在线下你们去买不到人参的，咱们买人参蜜片拿来送人。对，送人是不是一般都是送什么？哦，他这个身边都有那个检验报告，什么都有的哈。对，他肯定有、哦、什么都有检验报告，检验报告这些什么都有、嗯、这个就是正规。对，这个正规，说完没？咱们买东西还是那句话，买的是健康，买的是放心，对吧？是的。来，这么金子、哎、我再给大家上五单好不 好？你不要就是说已经人家答应你了，你就不要在意卖多卖少，你卖的越多就说明什么？叔叔阿姨们信任你，支持你。嗯。然后如果说你们收到了，打开了，你们觉得不好不满意，直接退，好吧？对，他说他承诺了的，如果你就算你是这样子哈，他不是这里不是密封好的嘛，它上面还外面套了一层膜，你把膜打开，然后这样打开。如果说打开以后你觉得不行，都觉得不行，都可以退，可以的，对，可以的，虽然不行都可以。来，准备好手速啊！准备好，我给珍珍阿姨拍一单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谁先拍好，好不好？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上十单。好，上，先上十单、啊，先上五单啊、先上十单。好，来吧，叔叔阿姨们。赶紧上，我也去抢。你教大家去抢啊！我现在因为珍珍阿姨她不会拍，我就她给我转了，然后我帮她拍。好，马上链接弹出来，我就去拍。李来了、链接呢？来了呀。哦，来没有呀？来了呀，怎么没出来呢？你那儿？我重新进来啊，重新进来。有了，看到没，叔叔阿姨们，我教你们怎么去拍。点击这个购买啊，不要把那个阿姨的、地址给他、打。想要一单的拍一单，想要两单的拍两单。对，拍了以后，然后我给阿姨拍啊，因为这里上面有阿姨的地址，所以我不能给大家暴露啊。想要一单，咱们提交这个订单哦，叔叔阿姨们。对。提交这个订单，看到没？提交订单以后，因为这里有他有先用后付，我这里是先用后付啊，就收到货以后，然后就可以。
收到货它是自动退款，那个付款。啊。嗯，可以的。拍了。秒拍秒付啊，帅们，拍了的回来打个已拍。没带发货，珍珍阿姨已经给您拍了哦。珍珍阿姨已经帮您拍了啊。嗯。这个其实珍珍阿姨厉害，还可以这样叫主播班班。因为他有很多叔叔阿姨有我的微信。这个是对你的信任，你知道吧？对。对，感谢叔叔阿姨们，感谢叔叔阿姨们的信任和支持。然后你看花花姐姐，哇，感谢花花姐姐。对，花花姐姐给我发了又拍了两单是吧？感谢您，感谢您。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对，感谢你们的信任啊。收到货，听金枝的，不好不满意，因为要您觉得好才好。金枝跟你说，是因为金枝看到的，我觉得很好，建议推荐给你们。你们收到货，如果觉得不好，不要犹豫，啊、直接退，好不好？嗯，对。就是既然咱们这个他能做这个 PICC 城堡，他肯定是对自己的产品是很有信心的。对，他的产品上面都是写了的，看到没？他不是说现在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中国地理性标志。对，地标品牌。那个猕猴桃就是这样的。对，不是，还有他那儿有一个长白山的一个地标品牌，长白山人参。对。对，地标地理标志，对。还有长白山人，感谢陈芳阿姨，感谢陈芳阿姨，对，陈芳怡阿姨，没拍到的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啊，还有多少单？给你们说一下你们今天的价格优势啊，叔叔阿姨们，我们平时买一样的一盒它要99，知道吗？对。然后我给他谈的，就是他给我说的，他说他拿给主播都是一盒、两盒、三盒，知道吗？他手卡都发来了的，叔叔阿姨们。他手卡你们可以看，手卡99三盒，对。然后我给他说，他给我发了四盒过来，他说让我试吃，然后觉得好再给他卖。然后他发了四盒，我就直接给大家上四盒，知道吗？在金枝这里，你们知道的，直播上面就是说便宜，但是金枝这里更便宜。我感觉如果他说金子，如果说他在这上边卖啊。如果你这么开了个先例，你看着其他人肯定会去找他谈条件，就说跟你一样。所以你们不要说是在哪里买的，好不好？不要说是在金枝这儿买的。不要说是在金枝这儿买的，让金枝以后都可以给大家分享。手机没电了。手机刚刚没电了。充电没电吗？有。刚刚充的时候它给卡。哎，怎么会离开那么久呢？没有啊，刚刚就回来了呀。那我这儿怎么离开那么久？叔叔阿姨刚刚卡了一下，那个手机没电了，我把电给充上啊。金子，对，以后你要把这个咱们家的那个好的习惯一定要发扬光大，好不好？对，还有这个是上过电视的，CCTV 打过广告的。 对，上过电视打过广告的叔叔阿姨们，对，放心的去拍，放心的去拍，好不好？就是说它里面的营养成分表呀，什么都是有的哈，净含量45克都是有的，放心的去拍，这个真的对我们人真的有很好的好处。对，岁数超过30岁的一定要去拍，平时爬楼梯爬的比较多的。它的配料表里边只有人参和那个蜂蜜，对，其他没有。蜂蜜就经常加班熬夜的要去拍，对，知道吗？然后总是缺乏锻炼的，对，去拍，因为缺乏锻炼，你走路走两步路你就喘的不行，你还有两单，叔叔阿姨们，还有最后两单，咱们一定要去拍，就人生蜜片，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必须人生加点蜜，这个我记住了，对，这个咱们一定要去拍哦，叔叔阿姨们，可以，拍了的回来打个一拍加急。没有拍到的抓紧时间去拍。对，凡是今天拍的都是在粉定明天给你们发货啊。叔叔阿姨，你们觉得金枝现在的这个就是学，就是对这个东西的熟练度，他能不能在大号去卖了？能不能咱们扣个一？能吗？能吗？有信心没啊？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对人生真的太了解了。对这个。这个我知道，对，可以是吧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不错。因为我害怕在大号里面人太多了，你们想一下，几万人看我，我会紧张，到时候万一说错话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说错了就，不是说不可原谅，你要去尝试，就是你在说话的时候，你可以先去思考一下这句话能不能说，咱们再去，去说，对不对？想要都可以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有啥好紧张的？对，你一哥说的对。你看那个时候，你看
那个时候在其他的地方你播的时候，哇，那么多人，对吧？你播一下，嗯，几十万人看你，主要是什么概念？我以前卖的东西，那些山货是我知道的东西，大胆的去做一些。现在是人家厂家里面出的东西，我知道对他们的产品非常的质量，这些我知道厂家出来的嘛，肯定很严格嘛。对。只是我可能不会，不是很会介绍，所以说我还要好好的学习。对对对，叔叔阿姨们，老三生我要呀。对，我对人生这个很了解的，因为金枝之前我们大山里面的小孩子，对吧？你们都知道自己去山上挖来吃。对，朱老板那个已经没有了啊，我就给大家笑掉了，已经没有了。就是说，你们收到货过后，你们反馈一下这个金枝分享的这个人生蜜片好不好？嗯。对吧？然后你们去评论的时候，你们要评论金枝这儿买的东西很好。你这样说的话，到时候就知道你卖的这个价格。哦、对，你不能说。没事说。如果说这个东西收到好，咱们就去给那个那个咱们这个你买的订单里面去评论一下，做一个好评，对不对？舒然们，人家能给到这么大的力度来支持金枝。然后舒然们觉得买了的觉得好的，咱们可以给他一个好评，对吧？如果有任何问题，随时联系金枝，小付来负责。然后我会去跟进这些事儿，对吧？对，对我绝对会在群里反馈，对，也可以在群里反馈。对，我绝对会为了叔叔阿姨们的，就是叫什么，叫啥权益去所做一切啊。因为叔叔阿姨你们放心，我们公司有律师，专业的律师团队，知道吧？包括我们，因为我们做酒的嘛，可能很多时候有产生分歧啊怎么样的，然后你们放心，对吧？金枝有这方面的天赋呀。我以后要做成什么呢？人家哪个公司来请，哎，要让我去当他们的销售金牌主播。饭虽千万人视同无物，放胆卖货吧，我们的金凤凰。其实我真的会。叔叔阿姨，我们给金枝打一个加油。我会有点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我会有点，不好意思给大家去分享东西，因为就是尤其是有叔叔在说了以后，我就更不敢了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会很看重每一个叔叔对我说的话。加油，金凤凰，加油！为什么？其实那个赖叔叔，杰克赖叔叔说的很对。为什么金枝您叫的这个金凤凰我是很赞成的，因为金枝家门口有一棵梧桐树，对，很大的梧桐树，这个就是是不是在冥冥之中注定的一个东西，对不对？说阿姨在说也在说这句话，视同无物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哪怕前面就是千军万马，哦，对吧？就当他们不存在，没有人阻碍，是吧？对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就是叫你勇往直前，知道吧？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对，嗯。很多人可能他没有经历过一些大风大浪，他会对一些人多的时候他会紧张，他会不知道怎么去说，但是你要克服这个问题，知道吧，金枝？我和叔叔阿姨们一直都在。嗯，你相不相信我？相不相信叔叔阿姨们？相信，非常相信。我希望我会努力的去优秀提升自己，不管是各个方面，我都会去提升。不管是事业方面，还是说我个人方面，还是为人处事方面，我会向为人处事方面我会向富哥学习，事业方面我会向同行学习。对对。然后还有。就是做人的道理啊，还有各方面的问题，我会向叔叔阿姨们讨教。对这个问题，叔叔阿姨啊，还有一个事情小付要汇报一下，就是在这个号视频我发的那些视频，是因为我特别怀念那个时候刚刚和金枝认识的时候的一个过程，然后我又发了一遍让大家就是去回忆一下。然后你们如果说看到小付在这个号发那些视频，都去点赞评论一下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，叔叔阿姨们？答应小付，行不行？行的，咱们扣个一。加强学习，锻炼一下。对，我以前可能就是锻炼的是什么呢？锻炼的是我的力气。现在锻炼的是我的大脑。对。行啊。其实很多视频你们可能看过，但是我想的是，叔叔阿姨们都去
哎，帮忙评论一下呀，我们一起来回忆我和金枝相识相知到那个是后边是什么，相识相知后面是啥，叔叔阿姨相识相知后边是什么，来全屏飘起来让金枝看一下，就四个视频还没有发完，对，全屏飘起来，相识相知，哦，是这个呀，我以为是那个我以为是那个，是这个呀，对呀，是相爱，对我以为是相亲相爱相爱，叔叔阿姨们其实也见证了我们一起经历的种种的，多拍点视频呀，磨难和那个就是咱们的开心快乐都有在通过了这个平台，通过视频号给大家一起见面分享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等我们比如说哎七八十岁了反过来一看，哎，我们还有这么一段美好的回忆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们，对的，咱们打个对，其实很多经历过的东西有好有坏，但是当你到达了一定的年纪过后，你反过来看，无论经历的好与坏都是值得回忆的，对吗，叔叔阿姨们，对的，咱们打个对，对，我们直播间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，为什么会在这儿跟我们一起相遇一起聊天呢，还是说明我们有缘，像珍珍阿姨说的一样，还是我们有缘分呀， 对吧，对，所以说点个关注，我们互相交友，然后以后有什么问题，以后有什么需要精致的地方，我会您说，我会您发话，我会那个叫什么，竭尽所能，鞍前马后那个什么，那个词，鞍前马后，赴汤蹈火，赴汤蹈火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在所不惜，对，办到，对，相识相知相爱，对。还有许多小付出现前的许多视频，其实付哥他很多时候来找我，他很多时候他拿手机也拍了的，我让他有些我让他不要发不要拍，怎么说呢，因为难免网上有很多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，我看到有些就是如果说评论一些不好的，我心里面就会那个人，因为我付哥说，他说怕什么呀，他说我分享的是你真实的事情，然后但是因为很多现在网上的现状有很多，叔叔阿姨，我跟你们说吧，其实我记录了金枝很多视频，我有个手机内存512的，我都存满了，那手机都放在那儿了，知道吗，所以说其实我是很想给大家分享，我怕发出来过后会造成一些舆论，或者是造成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，或者是对金枝有伤害的东西，知道吧，然后我就没有去发，以后等那个叔叔阿姨们我们现实见面的时候，我可以拿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，那个都是真实的东西，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你们都知道，很多人在网上为了流量呀，然后去发一些没事，今天咱们不说别人好不好，所以就理解万岁，对，拿个 U 盘存起来有其实你的社交能力不行呀，我的社交能力嘛，我没有社交，我蹬到我凳子了我没有啥社交，我在认识富哥以前我只有亲戚，几乎没有朋友，就只有什么就是初中的同学，他们可能都是都有自己的就是生活了，然后也不在我们马边，所以我就几乎是没有什么朋友，我就只有亲戚，然后直到有富哥，认识富哥以后认识了富哥第一个朋友，其实包括金子，我打断一下你啊，就是其实包括我重新发这些视频，有的人都在下面评论，他说你们在演戏啊什么的，其实我觉得我没必要和你一起在这儿演，对啊，对吧，而且你说很多叔叔阿姨们都知道，小付呢也有小付自己正式的一些事业在做，我如果要跟金枝一起来搞这个演这个，那我拿个1000万来投给金枝去做这些东西，专业的团队幕后操作，我们这儿你看有谁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就我们两个人，对不对，你知道那些人很多大主播大网红背后都有很多很多人，对吧，但是我们没有，就是我金枝喜欢笑我就陪他笑，金枝喜欢闹我就陪他闹，对吧，
他想做什么我就支持他。我是见证了的富哥见金枝。对。林一哥应该是目前直播间里面最清楚我和富哥的事情的。嗯。富哥他是成都人，当时我直播，然后林一哥也是我直播间的，就是在同一时间认识的金枝，然后那个时候富哥还没有来找我呢。对。是2023年的5月份的时候富哥才下来的。对。所以说我跟富哥这个两个人相遇的这个事情，然后现在就是富哥说的相知相识，然后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演戏什么的，应该林一哥是比较清楚的。就有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其实都知道。为什么我们直播间里边很多人在，就是你看不到那些说啊你们怎么怎么样啊你们为了什么留恋，其实我们有很多视频可能发出来很多人看的，但是我们没有去发，因为金枝他现在去慢慢的去做这个事儿，等他慢慢的去做，对吧？他的梦想是哪一天以后能挣很多钱了就可以养我了，然后我一直都在追求这个东西，是不是说阿姨？可能哪怕有很多人来说怎么怎么样没关系的，其实金枝知道，我知道，也有很多叔叔阿姨们知道就行了，我们不要太多人认识，就只需要咱们一少部分叔叔阿姨们咱们一起能坐在一起聊天，还有换句话说你们在哪儿都能去买东西，金枝分享的东西你们来买也实惠也有保障，对吧？其实金枝不给大家分享东西，你到其他地方照样会买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只能怎么说，感谢叔叔阿姨对金枝的信任和认可。金枝呢也是叔叔阿姨一步一步的教导的，让他去做这个很好的一个事儿，对不对？叔阿们，对的，咱们打个对。小富呢刚刚说的可能有点灵。